怖い。我一八三呢。啊。到底实况台有谁会说你是大的？有谁说你大只啊？手臂粗哪有？你就整个人就是一个。就他们之前就说我手看起来粗，脸看起来大。整个人就是一个一折就会断的概念。喜欢睁眼说瞎话的就是想要我爆气吧，然后想给我生气。不知道是，可是我视讯看起来还好啊。你看他们现在才从我的摄影机里面看到，就是。蛋糕啊，原来女生拿包包起身也要三分钟吗？好爽啊，好爽哦哦。哎呀，还有点痒！哎！啊！然后我不是不买包，因为我的包。桌子还在搬呢。哎，不是他真的，哎，不是他真的有来啊！搞了半天，你真的有来啊？你是跟我来吗？我不知道啊。那你那时候不是还赖问我，我还问你哪一场？台北场啊。你有开台？有啊，结果我们又画位画在一起靠腰、啊。我不知道，我刚拿的是那个猫咪老师帮我画好位。你的爆米花是什么？甜的。甜的。吃咸的对身体不好，肾脏会啊，一直。好扯哦。好扯哦。哇。紫喵喵。嗨，捞台的。哎，你好。可以。我也打捞，我超爱打。哎，没有，他一等而已。没有，我三十等，我把电脑打到三十等，你看多厉害！对，我先三十等，积分一场没空过。下次可以打电脑打到三十等哦。冷静点。被你叫他跟猫哥哥打好了，看他怎么被喷。猫哥哥大概五分钟就爆完。好可跟我打过，对面那边哎，那队友在喷的时候，我还给他笑脸，打到笑脸的，我给他笑脸。然后我才说，我看电影。你刚刚有吃汉堡王吗？你刚刚吃汉堡王吗？没有啊，我刚买爆米花。对啊，没有啊。然后自从第一次我遇到 A 加，我就再也没有，就一直都是 A 加，再也没有遇到你。有啊，我们没有三个人一起在 Twitch 的电影厅看过，我们没有三个人一起看过。有啊，我都有来。我只有一次没去。不是啊，城市猎人也是你跟他，我没有去啊。对啊，怎么样？城市猎人不是啊，可是就是我们没有三个人一起啊，靠！对。那应该要拉个群组的呗，对，都不知道他妈谁有报谁没报。对啊，沟通障碍，难以理解。要上去了吗？快九点了。是哎、欸，现在是上去吗？对啊，我以为他有广播，然后就是时间到去，我才刚到。请到几号登机门？你看这么满，就知道我刚到，还买了爆米花。要从外面左边上去啊。什么突袭电影群之类的？对。